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来给媳妇开个小灶啊。在外面上班也挺辛苦的。他说天天吃那个白菜，有的菜都不好吃。我今天来给他做点辣酱。我们乡下没买到这个虾米啊，没买到鱼粉，做鱼粉上啊。小鱼仔下锅，陈江大蒜，陈江大蒜碎出来还是有点水分啊。把它熬干，豆豉来一碗，辣椒面，芝麻再来一点。加盐调味，鸡精，出锅。哇，熟悉的味道啊。做完了啊，等它冷却，冷却装罐。这小孩子啊，他那个学校吃饭是吧，都可以拿进去尝一下。